是亲等的资料，这是你自己，这是你的配偶，分别到户籍事务所去申请你们的长辈以及你的晚辈的资料，并且把他们的身份证填进去。你就要把这个表格交给，这是一个是怎么亲的表格，交给户籍事务所，他们就会把资料给你，你再把它填进去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你是外籍人士，你很多亲戚，你的四亲等都在国外，比如说你是越南新娘，那你直接在这里写我是越南人，我不可能有四亲等在台湾就可以。